后绕了一个三角草过来，宙斯位置有点深，有点小危险，有机会杀了耶。我来看一下蓝宝怎么说，两个鱼叉喷了一下，但连桶炸了。艾比已经过热，火焰喷射器先烤，但宙斯此时想要往前闪现砍，但旁边还有一个 Harper 赶过来支援，哇，这是辅助都跑过来了，三杀上路。前面才说要靠这老将 CD， 怎么剩一个人呢、啊？剩他一个人了、啊、，Kira 过来喜欢旅程。就很明显的是从上路这里开始，不过真的没办法，他的线一直被卡在这边不好受啊。对，然后后面宙斯是想拼杀的，我觉得这就跟 BP 顺序有关系，就从他四选 GP， 连 Honor 都过来了，是这个三甲上，不过 AV 的位置走在前面吃了一个碎，连接了格雷夫的大绝搭配，宙斯一枪把这个人头给收下。但是前一波那个辛朵拉慢回应该就知道这波 Faker 推完是能选择跑线的哦，结果是另外一边 DFM 的下路三杀二，古玛这里是直接被秒掉了一个姚浩然的大绝砸死 T1， 前面在玩的，然后 DAT1 是稍微躲避了一下自己以前的这个玩法，而上路 Abby 是直接 发了一个大绝，把宙斯卡在这个小转角，把宙斯关在角落打、啊、是下路的古玛 UC 也是被定住、哦、旁边有一个 Utah 碰，他就是刷上去 cover 上去 cover， 因为下路不需要他，对 Faker 也不太需要他。哎，来看一下 Faker 这一波睡到了姚浩然没有闪的、哦、有闪，对，直接贴脸硬打下了红重，一个轻微白转直接敲死，这是 Faker 抠的，知道这个人没闪还敢这么敲、欸、上路的大绝，但宙斯手上有火刀加闪耀剑、哦就是、Abby 是过热没有招式，上路宙斯完成单杀，不过接下来是 DFM， 好，这边虽然说上路刚刚被单杀掉了，但其实 DFM 是往中跟河道这里一挤，又是姚浩然被睡到有点危险，看一下怎么说 Faker 往前又是一个星回白转，是杀掉了姚浩然，而此时Skill 的一个赶到也来不及救自己的中路、哦、把他给撞了一下，但说真的对 GP 来说还好，而 Carrier 的跑线徐若杰套在姚浩然身上，他没有啊，他应该说他是交了闪现，他躲不掉一个惊人结束，您这边一结束之后 Faker 再继续往前打，往前点再甩一个星回白转，又拿到这个击杀，他就走出去了，那就会中路死了 ，Steel 上路想要来杀宙斯，这个蓝宝大绝傻的好像有点点歪，没一点点吗？把握住那个机会。不过来看一下中路 Carrier 的这个奇幻旅程通道的一个跑线，哇，这惊奇，而且时间算得很好哎、欸，为什么他靠这么右啊？他的打野在左边，他不靠左，推推，好吧，好问题，是视野吗？他也没视野啊，他右边也歪，他右边全黑。来看一下这一波是旁边的精准弹幕刷过来，由古玛捡到这个头了，好玩的。没错，一直被注，然后被注完之后还要再继续被注。好，上路的 Abby 火大了，过热了， okay， 在旁边蹲到了宙斯，但下路的 Utah 彭教闪现躲过凝滞命运的大绝，就他在跟他赌啊，你睡不到我，但是睡到你就要死，就不太能有这种东西。上路刚刚宙斯被单杀，不过 Abby 这里大绝已经转好了，来看一下怎么说，开了一个护盾 ，Abby 往后躲，撒了个大绝，但来不及把伤害打满，自由，他想干嘛就干嘛。来了 ，Kira 又游来下半区，凝之命运丢，这里是想利用小兵做一个隔山打牛的晕眩，尴尬。他先 R 发现歪了，然后马上选择 Q 闪，但是就尴尬了。Harper 你的大绝，结果闪过来，找不到人，找不到人，什么意思？结果一个空大，这什么意思？哇，这里 Harper 没有大绝了 ，Still 是交了鱼死在上半区，那宙斯这个塔有可能守不住 ，DFN 扣了四个人过来，哦，这个大是由 Abby 的大绝先火烤脚底，最后有继续跟凝之命运把姚浩然给定住，那这里有点危险了，他有闪，先交闪想走，这个阿妈姚浩然走得掉吗？被宙斯贴脸，旁边有个 Honor 的大绝轰进来，刚在转角处，现在 T1 是要把原本坐在下半区的视野慢慢转到了巴龙区块了，而只是 Carrier 被留在了前头，好像有点危险。但还好他身上有一个惊人的，另外一边 Faker 是盯上了惊人结束之后的 Steel， 下面的战场已经打开来了，而 Abby 此时已经过热，没有办法来抵抗对方的进攻，继续往前点 T1 再次有一个宙斯的枪火谈判射掉了悟空，另外一边 Honor 盯上的是姚浩然，姚浩然的修盔在一推搭配一个永霜，但 Faker 一个惊人躲过了这个大绝，哇，但上半区 Utah 捧是完全没有输出空间啊。
他R自己就好了。他刚刚这个宅口里面，他是引诱吗？这感觉像有点像引诱吗？就打野比较聪明，就是悟空知道这波是一定要开后排的，但是他的辅助看起来不知道。我刚刚第一拍还没有看清楚，他的惊人是救了自己，也定住了猴子。哎，没有没有，他是定到了分身吗？没有啊，没有吗？没有啊，因为他刚刚 Faker 第二个 Q 不是打过去，打到那个惊人结束之后的猴子，然后猴子爆血了。OK， 不，那都还是那个是哦，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但这个情况变成是 T1 在短短的22分，快23分钟的时候再次开启这个团，宙斯被留住一个凝之命运救了宙斯，在脚下放了江龙探墓，但只是蓝宝大队撒了进来，宙斯跑了掉吗？有一个西魔的护盾，但 Steel 也是活不下来，而右边的战场已经被 T1 给收割了，剩下唯一一个 Utah 炮在奋力的输出扩散枪，但最后的 Carrier 往前拿了个 Double， 准备要来收下这场比赛了。GG， 一波嘞。哇，那这个团战感觉上是 DFM 最后的零压哦，是 all in 了一整波，但没有一个太良好的团战内容，比较可惜啊。其实前大概8分钟，我觉得 DFM 玩的蛮好的，是，但是就是后续一连串的。但是很可惜，就是被 Faker 化解的。Faker 先 TP 回来的那一波，他选择他先用 TP 有个好处，之前有讲嘛，先 TP 的那边是有先一波跑线权的，那他选择的跑线是去帮上路解线，然后居然还顺便杀到蓝宝，就非常的赚。因为这场比赛看起来很像是这个怎么讲 ？T1， 我们看 T1 的节奏是这样，就是他前面全放，因为我们会认为说他的角色的象性问题 ，GP 需要浓，格雷夫需要浓，前面先不。